我三妹儿来了，你瞅瞅，刚才按俺家门铃，跟我说让我下楼帮她抱孩子，实际上是买东西送来了。我走了。一会儿我带俩孩子上你家玩去啊。晚上抱馄饨吃。你俩是谁呢？孩子呢？孩子啊？妈，那你家在咋整？天哪！我一会儿给你送去。你真是。你干啥呀你？这是？哎呦我的天哪！你俩走吧妈。嗯，慢点，慢点吧，慢点了啊，慢点，你俩啊，你看看谁来了，小小。Hello。热天儿，进屋。哎，你家这太暖和了。进屋了。那谁家孩子？气功的好啊。那你家坐着吧。妈妈。好好收拾收拾，我们怎么在奶奶掉人鞋里了？拜拜，拜拜，慢点啊！这我彭弟年年都给我们送礼，又整这么多饮料。再玩一会儿不用玩了啊！我妈跟我姥回家了，今天我的任务是要大扫除，现在两个房间都收拾完了，接下来就把这些衣服洗完，再收拾收拾厨房。在屋里面收拾屋，突然我家这边的报警器响了。这个报警器响，证明就是漏煤气了。刚才检查一下，我们家厨房里面确实没有漏煤气，全都关严了。然后给大橙子打了个电话，他让我把电给断了。我断完之后再次插上，过了一会儿他还是叫嘛。反正我们家确实是没漏。大橙说估计别人家谁家漏了，然后把窗户开一会儿，放一会儿。应该是别人家漏了，别和你家在漏的。可以问问邻居家有没有漏气儿，最近的就是邻居家，要不然响不了。一会儿咱们得去问问去吧。嗯，那他们家没有，咱们就算了，先检查，然后再上任务检查，检查哪个地方都检查就好了。这俩孩子要吃自热饭跟自热火锅，我刚才就把这自热火锅给泡上了，会不会是这个火锅里面的自热包产生的味道呢？断了三次电之后，他再也不叫了，这颗心可算是放下了。衣服也洗得差不多了，屋子也收拾干净了，接下来我要进屋小睡一会儿，这两天实在太累了，补个觉。一觉醒来睡到快六点半了，看看这小姐俩干啥呢？你说啊，王哥这人儿，你这个人不好。你当大的让他点，姑娘。门口收拾出来这么多垃圾，睡着了以后大橙子回来一次，我听见声了，然后我表妹来了，看见我睡觉，她又去我妈家了，刚才跟我妈视频，让我过去跟我姥他们打麻将呢。我这边收拾收拾。我睡这一会儿觉，这俩孩子差点把家给拆了。我俩都下去玩了。出去了的？啊，我给他戴个帽子，挂个围巾，出去玩去了，老嗨了，是不是？还买好吃的呢，还买了。